帮禁用英雄，请选择使用英雄。射手被队友选走了，打野位中路。敌方选择英雄。那我真抢到打野位啦，我没办法，不能怪我。那不让我抢打野位，我们就输了。他让啊，那很好啊，他既然让我，我就 KB 他。他如果不让我，我们就直接把游戏跑掉去打英雄。找借口吗？我可以训练你，我可以，我会选择杀你。我想看打篮球。嗯，篮球玩的人太少了吧？没有传说看的人多。啊，最主要是我根本排不到人啊，我没办法打。我有办法救他吗？还有救吗？啊，极限呢？打到这样有极限呢？No, 不打。该打打，不打不打，好不好？开罗有强迫症，不是强迫症啊，这个本来就要叠满再开啊，不然你开了干嘛？这不叫强迫症吧？这本来就是叠满开了比较强啊，不叠满开了，你不如不要开。那肯定杀到底。我不杀人，人就会杀我。给你们抓抓痒。麦当劳欢乐送。哎呀，怎么还有人从这边出来送啊？送你要先讲欸，你要送你要先讲欸，哈哈哈，这帽怎么输？什么鬼呀？再杀一个吧，这个也死了。
没死啊！我的天，艾罗幻冥王都没叠满，我就是给他叠爆啦，没有满的道理啦，没有满不如卖肾。哇嘞，出包了！不对不对，这节奏有点糟，不知道怎么了，这节奏不对了。不是这样子打的。哇操，不对，哎呀，这井的位置可以耶，可以吧，哇死了，井死了，靠腰被起罗滑起来嘞，哇哇操，先把中心了，啊！真我！我的喵！送我一个！但你不是我！啊，不是吧？野辅会比较好，不会吧？看状况，我们这后期很难打，会输啊。我们这盘凉一半了。捅到啦！那我也没办法，他是最需要杀的啊，他跟鬼一样啊。小心草丛。那绮罗我一定得杀，那绮罗是一切的核心啊。有够难打的。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吗？这一凯撒。哎呦，队友怎么都没有人要能要来吃啊？那我们这样很难吃哎、欸。草丛，发起进攻！哇，好危险！等等我，马上到。注意注意，干掉干掉一个！发起进攻！开这些绊脚石！我操！完了！马家有吗？马家可以耶！你先等，你没大啊，马家、啊，你没大，哎呦，我刀砍，帮忙我刀一下，帮忙我刀一下，大只，哇，马家没大死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哎呦，弄别啊，做他，我刀砍，是吧？
狙是狙不了，但是高地可能是爆了。付出代价，高地要爆可以，付出代价。扭，哎，死两个，舒服舒服。Listen to me, listen to me， 一波一波。猜起来，猜起来，猜打会吧？猜打人不会，你们猜打会吧 ？Nice， yes， 啊，这也赢。有没有？我关键给队友一个call，通通给我过来，这边就是要一波。